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和大家分享锲而不舍的人格。有一种锲而不舍的人，他们也会遭遇困难，遭遇困难的时候也会动摇。不过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一个人说一句简单鼓励的话，他们就能够坚持到底，并且取得成功成就。这不是说那一句鼓励的话多么新鲜，多么有力量，而是锲而不舍的人呢？本来就舍不得放弃，不想放弃，他也是不轻言放弃的人，所以一有人鼓励他，他就振作起来，奋战到底。而那一个没有锲而不舍人格的人呢？你讲很多的话都可能没用。所以一个人能否坚持啊，不是在乎别人，而是在乎自己内在的人格是否锲而不舍。